上最严酷的考验。康康必须在两天内瘦下5公斤，他能够办得到吗？康康 VS 女健身教练。健身女教练如何帮康康瘦身成功呢？敬请期待招牌单元，当我们靠在一起，女健身教练篇即将上映。2000年最受争议的人物吴宗宪，他今天要化妆成各种造型。大家如何来说他？你觉得我有可能把他干掉吗？因为我是算他的徒弟啊。有可能。有可能啊？为什么？真的有可能吗？真的有可能吗？真的有可能吗？那如果他已经在你的右边呢？就像李小姐讲的，会有青山色啊，对啊，然后觉得很恶心哎，而且要脱人家的法箍，对不对？哎，你还偷拿的，你干嘛跟人家说你偷拿？我没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保证笑破你的肚皮。敬请期待特别企划，宗宪正在看着你。欢迎大家来到十一字路口。哎，掌声鼓励一下嘛！阿斌哥不掌声鼓励啊？我们非常高兴来到高雄小港机场。什么？这里是高雄？嗯，好好的日子不过，跑来这地方。高雄是个国际大都市呢。讲不太像，你演一次好了。问一下。没有，你要拿一个东西吗？没有，要拿那个脚瓶的感觉。好好的日子不过，跑来这种地方。但是，我告诉你哦，机场是一个既相同又别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太好了，而且机场里面啊。吃的东西有很多哦，对，刚刚在飞机上面，哇，那个东西太好吃了。你吃了什么？蛋糕刻了8盘。耶，可以吗？对。好了，我告诉你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比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一点。今天我们起点虽然这里是这个高雄的小港机场，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新爵江广场。怎么了？我可以进来吗？就是要。因为反正在外地，我们晚上要住在这里。对对对，我们就吓死那个来宾啊！以前不知道，我们突然间把那个棚子拿开，他们什么都留都不。吓死！哎，终于把那个招牌弄破了。没有哦，看他好讨厌那只 monkey。吹鼻孔还算了，他要假装剔牙就变成。十字路口游戏规则，这是一道边走边吃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个食物的字首，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当吃到第5道，裁判官预判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此时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谁先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谢队派出的是郭敬淳、吴宗宪，康康队派出的是 Fall in Love 康康。我们的终点呢是在新爵江商场，好不好？所以我们锣就跟拔就放在那边了。新爵江在哪里啊？就是很有名的恶魔岛啊。高雄人吗？对啊，你不高雄人吗？我是帮你问。我妈是高雄人。你妈的是高雄人？所以我是你妈。高雄人。真的哈。高雄，我告诉你啊，不能在妈妈的地方输掉。
太丢人了，好不好？妈妈的故乡，好，希望能够在新觉江看到这个两队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好不好？先看一下我们的谜头是什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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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痛，打到自己。咦，烤洋葱，好，交通工具交给你们自己想办法啦。好，玩一下，好不好？工作人员呢就录到这里。黄个屁啊！啊，新姐佳姐，加油加油！哎，拜拜，美女们。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谈笑用兵，对不对？那一个大笨蛋带领那三个小笨瓜，他就想要跟我们拼，那是不可能的。嗯，一切都要用头脑。好，对不对？那你今天大晴天穿着雨衣要带我去哪？鱿鱼呢？鱿鱼，你说一切要用头脑，这一点是我最担心你的部分。一个女人长这么漂亮，胸部又这么美好，怎么可能又有头脑呢？我跟你讲，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哦。人不能说完全行于外，哦，对不对？我们要内敛一点，没错。你说聪明要用在该聪明的地方，对不对？圈内啊，都是一些笨瓜级的，你是真的集美艳与智慧于一身的。我没有看到，有些号称台湾乳牛，他的根本就是也无法哺乳，而且呢，又是有头无脑。话说得好，哎，大不一定有。是是，那现在尴尬的是啊，我们要走出口，竟然走到邮局。错了，这头慢慢走也不能错，来，就爱悠闲，来耍悠闲吗？follow me。这高雄不是我在吹牛，随便都有车。嗯，随便。哎，那边有车哎，我们去坐车，走走走，来。上车，上车！你们没上过综艺节目啊？这个真的能坐吗？神经病！走了。哦，来啊来啊！青春玉女郭敬诚，郭敬诚写真集，剩下最后六本，一本80元，一本80元，两本150，两本150。哎呦！Here we go！ 你的骑乘机车要戴安全帽哈。那么你要点到了，小朋友，我有接下来给你塞车。啊，现在后边塞车。第一个公会理事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康康康进来，这票希望大家投。哎，谢谢，到了到了到了，谢谢谢谢。谢谢呢。哎，谢谢谢谢。哇，从机场送我们到这。对啦，回楼了。阿玲啊。阿玲，楼跳票了。你楼大又回楼。我大又回。还是要我无问你，你家己讲啊。我们现在要找的第一道菜是什么？烤洋葱。有没有吃过什么叫烤洋葱？吃炒过鸡叫烤洋葱。以我在看，以我的经验在看，牛排有一种叫做洋葱牛排，对不对？那我们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我们要那个洋葱牛排，洋葱牛排，哎，有了哈。你讲台语无要紧啦，我那国语我唔代表说，我叫福华，没有台湾国语的，台湾国语的，我是台湾的人啊。这边有烤洋葱，还有洋葱猪排都有。有烤洋葱啊？也有那个洋葱猪排。有烤洋葱，有洋葱猪排，那太好了，我们就是要。找烤羊肉，那给我两个葱油饼，不是吗？大家烤洋葱，好不好？谢谢你。好，等一下。哦，你的眉毛画得真漂亮。不要这样说，我不好意思。嗯。马上来。你找别烤洋葱要哪里？一定什么炭烤店什么才有的卖，这里怎么会有呢？现在应该只有炭烤摊吧？走走走，我们去试试看哈。炭烤摊。哎，就鬼哦！哎呀，好热情啊！嚯，哎，好多人呢。烤洋葱，哎，烤洋葱。这种摊子一定有。拜托拜托，两串两串。哎，康康有没有来过？康康来还没来吗？还没来。康康还没来，太好了太好了。这边的东西太好吃了，比什么什么恶魔岛好吃多了。
恶魔岛要告我是吧？先告你们老板，我告你。南部都要讲闽南语，哎呀，够没？讲台语得啊，卖讲各地啦。我你妈搞唔知呢，我规个拢金嘴气。我嘛来，你爱甲洋葱收起来。好，安尼啊，卖好笑你。有道理，有道理。哎，卖好笑。烤洋葱卖完了。卖完了，很抱歉。他带你来卖呗。赶紧丢掉啊！我你的人嘛，那真爱现呐嘞。对啊，算面你大牌呢。哟嘿，啊你这头毛去倒电呢？电量去。哎呀，电量阁无好看咧。我等你买来咧。哎呀！哦。甜。做啥物？听无。嗯。哈，无像你哦。我怎么像啊？我记得烤吗？嗯。我那煎洋葱是吃青叶好。边吃边走。好吧。你很好吃啊。烤洋葱。要赶快走了。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我偷拿人家的。没有一次有得手的，所以不要做坏事。对啊，洋葱，葱葱葱葱葱，葱花，葱葱葱，葱，五百有没有？葱葱葱葱花，葱葱花，葱花蛋，葱花蛋，葱花蛋汤，葱花葱花蛋汤都可以。烤洋葱，葱葱什么？葱花蛋，葱天炮。冲天炮能吃吗？要能吃的，这里面你的年纪最小哦，难怪你会说冲天炮。还有冲什么？葱油饼。葱油饼哦，第二道你就要吃葱油饼。油啊！站起来，有没看过五百的 MTV？ 冲冲冲！冲冲冲！然后还要跌倒，冲爆牛油，冲爆牛肉牛柳，走，冲爆牛柳，有人要跳楼啊！不要，不要，不是啊，海盗船怎么样？对啊，那是我们这边很厉害的海盗船啊。对，你们是小朋友啊？哎，果然是小朋友，要去玩这个。对，真的吗？真的。等一下不会怕吗？不会。好，手牵手，一、二、三。你要怎么包三个神经病来跟？我今天以为我跟美女，结果来三个神经病。我不是长蟑螂。两起三二二。妈呀，太吓人了！这个十八当然吃你啊，你个吃一百起来了。这个这我年轻的时候玩腻了。我都带女朋友来这里，是吗？所以你们坐，我在这边保护你们。嗯，好，那我们自己去坐好了，走走走，来来来，美女不要怕，走走，不要怕，走。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有没有恐怖吗？恐怖吗？对啊，没有啊。怎么样？怎么样？好玩呐！好玩吗？对啊，不怕了，一起上来坐，走啊！我已经玩腻了啦。没有，没关系，没好。当年嘛，那就这样子。我习惯一个人坐了，你们在这边看就好了。发现钢管女郎，不就这里吗？宪哥，你真的很讨厌呢。你看他这边有一篓的葱花，这是什么？
就是葱花。葱花。哦，真的不需要有其他的东西，只要是葱花。我们今天怎么一直要吃这种很臭的东西？对啊对啊，我们剪刀石头布输的吃掉，好不好？一把。哦，我刚刚辣到眼泪都出来，一把一把，好不好？男女配钱好了。好吧。黑白切，男生女生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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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你吃吗？啊，女生张开嘴巴的时候是最性感的。对天。啊，你不要手这样压我。哦，没有习惯性的。哦，好好好，啊。啊。喂喂喂，不要浪费。通通通通吃掉，通通吃掉。喂，好说歹说是个美女，快点，赶快吃完，赶快走。葱花花，喂，要吐出来。啊！男同性恋的那一部，他那一部是三个女生啊一起长大的故事，哎，不好笑。哇！美腿美腿真倒霉，美腿美腿。你是左撇子哦？真的哦。但是你不用用屁股对着摄影机，哎，没关系，你屁股那么漂亮。铁板牛牛柳，葱爆葱爆铁板，不是葱爆牛柳，葱爆牛柳，牛柳。轩哥，葱花，接下来要接跟花有关系的食物啊，花，花豆。花哎，花豆不错。花生，花生，花花痴，花椰菜，花烘。哎，花生不错哦。还有跟、跟花，哇，这是我最爱的店。哎呦，哇，这个就厉害了。我只在弄一点。不是要纹身的耶。哎呦，开玩笑，我怕痛怕死了，真的是。哎，这个小姐太恐怖了。对啊，好辣哦。这是假的吧？真的。真的啊？对。
你怎么有那个勇气刺上啊？你那边再试试看是真的假的吗？那个注意妇女团体好不好？哎，你这弄脏要多少钱啊？这条龙，旁边4-5万啊！哇，彩色很大的勇气呢。这个是还没有完成，这个还没有完成的，你要等它好了再上色，对不对？天哪，哎，我们能不能请问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哪里有卖花椰菜？今天比赛的地点是风光明媚的大都会高雄，想必将会有一场激烈的竞赛。看谢谢队把一道道辛辣的食物往肚子里塞，想必是想在大高雄地区一举得胜吧。反观康康队，好好的阵势不做，反而四个人跑去游乐场大玩特玩。看康康被三个小女孩搞得团团转，我只能提醒康康，现在宪哥已经吃完了第二道食物了，你可不要被三个小美人破坏了原本的计划哦。最精彩的食物大接龙，到底谁才能获得冠军宝座呢？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还没有表演，你就在来，快点，快点，行了啦，快点呐、啊！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加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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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可以 ，Rocky。不会模仿啊！来来来，诸葛亮。大家好，我是诸葛亮啊！啊，今仔日呢，咱来录一个周日八点档啦，安尼足好，这节目足好看，哎，给你收看哦。我来模仿李炳辉啦。一起，金门王看过你表演吗？没有，当然没有啊，眼睛瞎了，神经病。搞什么嘛？居然说欢迎入狱，呸，欢迎入狱。花椰菜，有没有什么是花椰菜做的？花椰菜啊。花椰菜做的料理。老板，哎，老板，老板，你死去哪里啊？老，哦，我就是老板了。你就是老板，对啊。难怪没有人敢出声音。对呀。啊？说时迟，那时快。哎。花椰菜就出现了。真是鸡婆，还搞了一堆干贝，不要钱呐。哇。你看看没有？刘。柳下惠，刘，刘阿弟，剃光头，头大海，海龙王，王八蛋，蛋飘天，天牛蛙，花公子，你是我的乖孙子，天帮我擦屁股。你也照顾他，你也照顾他，他讲了不行，差不多我们两个亲家亲，亲来亲家亲。好嘞。老婆在就还在放晒，豆豆在放，别人去在放，不是红牌。一二一，我咧擦干净，擦着恁大姊，恁大姊擦袂湿，擦着一点银银子，银银子擦袂寒，我怎擦着晒得较寒？哈哈哈！慢慢做，怎么讲？我甲你讲，你嘛慢讲，你也慢讲，慢慢讲，我讲慢慢讲。好累哦。柳叶鱼。日本料理有一种柳叶鱼，长长的那一个。对对，鱼柳叶鱼，好不好？吃鱼会比较聪明。OK。来来，赶快把它吃完了。一人一朵。
老板，可以了，可以了。恶魔岛，好好吃哦。要不然你说不好吃，又会被老板告。还有哦。果然是有囚犯的精神。哇，好厉害哦！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比赛的精神，对不对？对。来，花椰菜，菜，菜，菜头，菜头啊，菜龟，菜头龟，菜龟，菜龟。刚好没有菜瓜，哎呀，糗了！菜龟就是丝瓜，菜龟可以，菜龟可以，好不好？对啊，我们就去找菜龟了，好不好？来，走吧，看一下，看一下，哦，耶！刚刚哇，血浓，不不，哇，非常的 pro， 太厉害了。我只会跳那个台中恰恰。哥哥，哥哥，过时了，过时了，哥哥。哎呀！哎呀！哎呀！厉害哦！都没有人跟他讲很难看吗？他们自己跳得很开心，很爽而已。哇！哇！还有 ending pose 哎！哇！哎，最后还可以跪下来这样。这两位舞者，大拇指 ，Fall in love， 你在看我们吗？哎呀，我的天！小心失了，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你们喜不喜欢刘德华？喜欢。来，我来模仿一下。我已孤独，我已过去。刘德华不是有一个？有啊，真永远嘛。听不见，我听不见。你要翻过另外一个。我看不清，我听不清。我自己要觉得很好笑。华仔分享啊。留个纪念吧。对嘛，这个对嘛，这边签名就没有关系，对不对？怎么会是这个？你在找我？哇，太恐怖了。好不好吃？嗯，可是啊，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很过分？啊？哪里？怎么啦？你们怎么已经？
是拿走了，我没有椅子坐。对哈。你看，哎呀，你们这样子，害我这样子，是吧？是吧？不过我演得很像哦。嗯。怎么样？嗯。他真的不吃了。他怕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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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不是鱼。这个不是鱼，不是吗？应该不是虾。不是鱼啊，然后就是他也是要下个屁股那个。我也要给你，所以这不是鱼，这不是鱼啊，这个要给你吃，因为你不能吃鱼。杨队，这不是鱼吗？这不是鱼，你我就拿这个要给你吃，你在那边吃。我是好意啊。来来来，小姐你帮我拿着一下，拜托。我是好意。谢谢你哈。嗯。真的爱。你有没有在念书啊？巧克力，你捡的吗？厉害哦！哇，他太来劲了吧！哇，天哪！来往后面玩去哦。哇！哎，厉害厉害哦！太厉害了，走火入魔了。哎，不对啊，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菜瓜呢？花椰菜菜瓜，哎呀，忘了找菜瓜，快点快点，借过借过。喂，小弟小弟，不好意思，多念书啊，多念书啊，加油啊！谢谢对新的顺利的从第二道食物吃到了第三道食物，但好景不长，谢谢对被时下最流行的跳舞机迷惑住了，两人分别下海大跳跳舞机，但看起来两人的技术并不太好，我频频的吐贼。最糟糕的是两人都已经忘记了找菜瓜这档事了，而康康队则后来居上，在玩具店内大玩整人玩具。康康队已经吃到了第三道食物柳叶鱼，但这时却碰到了怕吃鱼的包音乐，但看似不利的康康却因为怕吃鱼的包音乐而大饱艳福，只抱着美女上演惊魂记。这周的十字路口到底鹿死谁手呢？我们马上回来。哎呦，还有这个，哎呦，这是干什么？这是祈福的。哈？那男生也要吗？对啊，不是说就像我这样子的处女才可以吗？这有吗？这是？是不是有这样子说？它是不是颜色有分，对不对？颜色，就是什么味道、啊？好了好了，那你就点一个点一个，管他的。哎。哇。来来来来，我来帮你点。宪哥。真的是处女才，处女才可以的。不要动了，啊，等等，等一下，等一下，我歪。没有歪了啦，你是不是歪了？歪了吗？你真的好坏。没有歪了，对，修一下就好。你不要，没有，不要写妈妈的，对。没有，我不是闹。我不要。不是，真的歪了啦，我。这不能。现在已经没有不恩基家庭了，请你不要讲。这个祈福。等一下，等一下，还有那么大度？不是，因为你是大处女吗？我不要了。旁边我帮你修一下就好。好，就这样了。这个就可以跳台中胖，台中中恰恰 ，one two three four。来来来来，赶快赶快，老板有没有一点菜龟？有。
菜瓜，拜托一下了，来，算印度料理吗？你要帮我们做？对，他们刚好有。哇，鱼蛋好了，鱼蛋应该可以吃吧？鱼蛋没有鱼形就没关系，只要是鱼的形状，你就会胖。对，那我绑鱼，你会不会胖？不会啊。好厉害哦！我模仿红龙，他竟然知道我在模仿比红龙厉害的。好。红龙好。好厉害哦！哦，菜菜，好。哎呦，丝瓜就丝瓜，还炒鹅啊？那餐具呢？用手啊。手哎，你刚有没有去？没有，但是我有挖屁股。没关系，那你自己抓你自己吃啊，我自己抓我吃。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你抓给我吃，我抓给你吃。好吧，那我真的吗？哎呦，哎，你吃假餐，怎么吃啊？就这哦，他们啊，路径要随俗啦，没有办法。哦，就给你挂。这样吃要吃到什么时候？来了。你看，然后还从指缝间滑出，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我们两个是不是朋友？我们认识几年了？可不可以不要？我们认识几年了？忘记那不重要。你出道就认识我了，我们还曾经同公司，对不对？来。啊，金哥！金总，代表我们是真正有友谊的，来。啊。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有吃啊。我有声音。为什么？龟吧，龟吧，叫龟吧，好吧，龟吧或者龟白，好吧，走，好吧，走吧，走吧。哎，来，啊，吃饱喝足了。我现在，我们现在要回到吃饱喝足了吗？我跟你讲啊，所谓的保暖思淫欲哦，我们要赶快找饭店，快，拜拜，哎，拜拜。哎，我们要找吴宗宪。
哎呀，哎，胆子真大，竟然，哎，偷我的名字，哎，是吗？哎，真的，哎，真的。妈妈没跟我还话。喂。喂。喂。叫你们老板出来。哎，你安尼都无意思啊，真正有影。哎，哪一个是老板啊？那个。啊？谁是吴宗宪啊？出来。啊？是你吗？老板是哪一个？是你啊！你给他搞到清澈去。你怎么也叫吴宗宪是吧？是不是冒名顶替啊？真的吗？你乱哈拉吧？真的啊！哎，身份证看一下，要不然真的会去告你。我跟你讲啊。哎呦！哎，吴宗宪。That's right。真的。哎，怪了，真是。现在只能这样子了。而且59年次，哎呦，还跟我同年次。能这样子摸摸鼻子。哎，如果我找他拍写真集，那也很妙哦。吴宗宪找郭靖帮郭靖淳拍写真集，不用不用，如果你要拍，我亲自帮你拍，绝对是。你够了。因为他的尺度只有2点，所以这我比较不能接受。他是左边一点偏向，右边坚持不露这样子。哎，好了，叫吴宗宪一定要痞子逛大街，来来来来来一段痞子逛大街，预备起，快点，再一个，再往前走路好不好？注意往前走，好过去，预备起，好漂亮，祝你生意兴隆了啊，好好加油了，不错，年轻有为，大宪哥，跟小宪哥都比较强，加油，再见，走走走，黑白找不到黑白。佐料来了，耶！蛋白，蛋白，对啊，鱼蛋，蛋白，蛋白，对不对？对，来，来来来，那就丢下去了。好啊，好啊。白菜，白菜，白菜啊，白菜，这里也有白菜，白菜，白菜，菜，菜头嘛，菜鸟，菜脯蛋，菜脯啊，蛋，蛋，蛋，我。我可是大公无私裁判官玉芳。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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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你脚是薯条。可以了。我们部队干两好了。好啊。五。没有。十。五。十五，十五，没有，十，没有，五，没有，五，十，人在江湖上呀，谁能不带刀？不要再沾了，不要沾那个了，一刀杀死你呀，一镜到底，绝对没有作弊。有人说我们都没有真正吃完，你来录录看。你们看啊，看着我的眼睛，吃我的鸡。啊！你怎么把我白白？喂！喂！哎，差一点走光了。快快，不要赖皮了，好不好？要不要沾那个？不要。我喂，咬住，不要赖皮，镜头不能离开，要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是骗人的。赶快吃，这里还要白饭。还好你接住，你赶快吃完。我跟你讲，输了不要赖皮。再来更厉害哦，剪刀石头布，白饭喝完。鸡排。我接不下去了。排骨饭，等一下，排骨饭，你不要害自己好不好？玉芳呢？怎么？对。裁判，赢我的人才可以拿到我们的米饺。好。1、2、3、4人在江湖上呀，谁能不带刀呀？三刀杀死你呀，两刀杀死你呀，一刀杀死你呀，我的两刀杀死你呀，我四刀杀死你，我三刀杀死你。哎，太累了。
哦，这样打会累，休息一下。真的哈。啊，两刀杀死你呀！一刀杀死你呀！我一刀杀死你呀！我三刀杀死你呀！我四刀杀死你呀！我两刀杀死你呀！哈哈哈！你输了，我赢。我两刀赢一刀。两刀赢一刀，你猪头。一刀就毙命，你没听过吗？是吗？对。一刀管两刀。两刀管。好了，你赢了。我赢了。预备，米酒要给你们了，脚抬出来。啊！预备，预备，啊！等等等等等等，绝对不是的，这脚很美啊！哎，等一等，你拿错字了，有没有？好，一起抖，快点，一二三，啊！等等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米酒好，请亮牌。米酒就是，对的，薯条，好棒棒棒，鸡排接到薯条。这就要看你的聪明才智，千万不要让人家认为胸大无脑哦。不会，我不会跟你一样，我知道。会。终于，终于。我的妈呀，宪哥，我想印度人也没有像你那样吃饭的吧？看宪哥一把抓起菜瓜往嘴里塞，我实在是为这盘菜瓜叫屈呀。除此之外，宪哥还与郭敬淳这号大美女打完50-15，把郭敬淳整的是东倒西歪的。我说宪哥，你也太狠了吧！而康康队则快速地接到了第5道食物，并且也知道了谜底为何。到底这场龙争虎斗的食物大接龙，谁才是本周的大赢家呢？敬请锁定十字路口。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白痴，白痴，白芝麻，白芝麻，有白芝麻吗？白芝麻，白芝麻有啊，有吗？有。那这种蛋糕店应该上面就有白芝麻，嗯，有。老板娘，你是老板娘吗？好年轻哦，好漂亮哦，有没有男朋友？没有。没有啊？哎，你为什么没男朋友？我看你好像很乖，可能是没有化妆。你要涂个口红，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嗯。有没有一种叫白芝麻？白芝麻有啊。我不是这个地方，不是在这边吗？他是金鸡岛的啊，那个把你送到二楼。等一下，等一下。够了，我累了。够了，我累了，我累了。哎呦喂！再来，两句。够了，够了，我累了，够了。那你推，再来。够了，我累，我让你了，快给卡了啦。好像蚂蚁还是虫在上面，哇！我要吃一个嘴巴。是啊。黄浩哥，我不能再主持，这是我最后一集了。如果你再不加薪，我你就走了。鸡排。白斩鸡，鸡排，白斩鸡，鸡排，白斩鸡，鸡排，真的，我们吃到后天还在吃。我们可不可以换，不要再一直吃东西好不好？喝的东西。喝的白干，白干，白兰地。那是酒。不行，那赶快赶时间，有就喝了，好不好？来，好吧。白干，白兰地。天哪，吃完鸡排喝白干，我流鼻血。白吃白喝，白。妈妈。来吧！哇！干嘛？吓死我！你咬到快吐出来！没有啊，很好吃哎。听说你们里面有一个人很会模仿土拨鼠。哇！来，模仿一下。那也不敢笑。这么漂亮，怎么会模仿？我数
哇，有没有看到这么高贵的店？依照惯例，看到什么喜欢的，我买了，你穿上，穿得下就送给你了。就是 Christmas 的礼物吗？没错没错，你等我一下。好 ，Follow me。宪哥会送我什么样的礼物？我非常的期待的。就这一件了。而且后面这样子。这叫我到底是哪一面穿前面？是这个穿前面。哦，那你不爽死了？哇塞！哎，那这个嘴巴还是开的哎。哎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但是这个嘴巴开太小了，大家不方便了。哎呦，来来来，送礼物啊，你还是留着给微微吧。什么话该讲？你真糟糕，来带进去。老板有没有更衣室啊？有啊。哎，里面来来来。这吴宗宪穿一下啊，是这样，口罩是吧？走走走。哎，这是口罩。我来处理，今天没有穿出来，我这真的给你们，卖个够了。没有穿出来，我车是被车撞。好，走。买只马，然后鼠，马鼠嘛。马鼠。花旗路。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好。你问有没有摩吉？对，这个就是哦。对。我要出来喽，期待吗 ？Come on, baby！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后面还穿？我觉得你今天是出道以来最性感的一天。真的。宪哥，不要害羞嘛。我和你吻别，买下来，好吧。这真的当口罩会比较好。哎呦，真的吗？你看，这是不是口罩？哎呦，你看，看。哎，这个真相要到市政府去抗议了。我还是跟他带的人。那你帽子要压低一点，这种人都不喜欢让人家看到。哎，这个拿回去给康康他们猜，可能猜不到什么。哎，走了走了走了，好，带回家带回家。我们现在找到哪里了？他是不会他违规，哪能会这样？我跟你讲，叔叔就是因为没练过。要不要我帮你开呀？就请你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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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给我请，我一定要去。小米，这个被你撕掉嘞，有剪刀，还是要教我怎么弄？因为那个撕条被你撕掉，真的吗？我们边吃然后边去找薯条，好不好？走走走，谢谢，谢谢啊。哎呦！现在我们刚吃的鸡排嘛，现在在喝烧酒，就变烧酒鸡。开灯，开灯，开灯！哇，在肚子里面煮烧酒鸡。天哪！哦，哇，哦，太烈了吧！哦，天哪！哎，烫！哦，不行啊！真的还很酒味超浓。这个喝完，我们两个都挂了。我敬你，我敬你。哦，我敬你干杯。好好好，啊，不是一起干，一起干。不能耍诈哦。哦，水水水水。你不觉得这样很烧吗？哦，真的要喝？我已经喝下去了。浑身发热。干快了，白干。干什么干？干干。哎，我们最后要接到什么？接到薯条。薯条干薯，薯条干薯。应该是边有。你有没有
有薯条吗？宪哥，你真是害人害己呀！好好的礼物不拿，竟然拿出了一条情趣内裤作为耶诞节礼物，搞的是自己牺牲了色相，穿着内裤示众，还带着他大唱吻别。我得提醒宪哥，你可得加把劲儿哦，因为康康已经从第五道食物接到了谜底食物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康康有了三位小美女协助的关系吧，使得康康功力大增。天哪，难道这场战役会由康康队大获全胜吗？更精彩有趣的十字路口，我们等一下就回来了。史上最严酷的考验，康康必须在两天内瘦下5公斤，他能够办得到吗？康康 VS 女健身教练。如何帮康康瘦身成功呢？敬请期待招牌单元，当我们靠在一起，女健身教练篇即将上映。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你这里有没有地瓜？番薯？番薯？番薯？吹看吗？有。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有没有看到？真的吗？真的。你不要骗我哎，地瓜。生的，生的没关系。哥哥，生的呢？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哎，地瓜。Oh my god！你有没有刀子借我切一下？可以。一颗就好了啦，一颗就好，一颗就好了，好不好？好。老板娘，你今天早上的地瓜稀饭还有没有？没了。啊，对吼。没用啊，没有了。好吧。生的就吃半颗嘛，对不对？一人一半，好吧。王金。来来来。一边起。好难吃哦，上面还有那个地瓜的奶。对。那怎么办？这会拉肚子，搞不好还会中毒。其实也不会啦，兔子不是也这样吃吗？对啊，兔子都没拉肚子。感觉快要吃到完，好可怜啊。有种吃巴辣的感觉嘛。哎，要甘草盐不？只有盐，没有甘草。也好了，来，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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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有人要问有没有地瓜，你就说没有就好了。而且啊，你以后那个地瓜稀饭煮多一点，可以吃4-5天的那一种嘛，对不对？好，跟手跟手。来来来，吃。其实在这种地方谈恋爱不错。嗯，很浪漫。有没有交男朋友？公司规定不能交，跟我一样，公司也规定我不能交男朋友。你们是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少了一个，今天在念诗。薯条，薯条。老板，真的有卖薯条吗？有，太好了，来一份，一份 size 大盘的薯条。一定要煮过炸过，因为我刚吃了生甘薯。来，里面坐，里面坐。哎呦，小情侣吃火锅。你好。嗨嗨嗨。嗨，你好。嗨嗨嗨。
哎，你好，你好，哎，宪哥，我觉得你可以来高雄选里长，真的吗？对，以你现在目前在下在在这个高雄的人气呢，你来选里长一定选得上。干嘛呢？哎，人家的从政，北啊，我这个从政啊是伟大的志业，这不是我们做得来的，我们娱乐大家就很好了，对不对？赶快吃一吃，就交差了。宪哥，要不要我帮你？啊，不用。OK。天哪，薯条。我会肥死，真的。他好准哦！哎，斧头在那。薯条给你们吃了。你要不要乱咬我？你原来是在乱咬我了，光腚腿！你原来是在乱咬我了，小刚，摄影师，你是在乱咬我了。长那么大，第一次被薯条打，真的会痛。宪哥，你实在是运气太好了。反观康康队，则是煮熟的鸭子飞了，胜利明明摆在眼前，却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弄丢了。现在的成绩是6-6平手，而下一集的食物大接龙将会在哪里出没呢？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呢？敬请锁定十字路口。鸭子跟很多人靠在一起，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没有？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阿通博那个海洋馆哦，海洋馆 对，因为那个馆主送我一束玫瑰花，在我生日的时候哦，而且馆长现在跟你还有联系吗？他现在是未婚状态。对啊，但是并没有打电话给我等好久。对啊对啊，我们也希望你变成馆长夫人呐、啊！我的 boss 呀，喝牛奶不用花钱。谁在去海洋馆不用付门票啦？哦，对对对，讲差讲错讲错。而且但是我觉得康康今天这一次的。任务特别的辛苦，我都觉得替他举一把同情之泪。哎呦，真的吗？有什么辛苦的事情呢？你待会就知道。而且我深深认为呢，你应该要去了。哈？那是一个人生最终的目标。哎呦呦呦！如果你要人生幸福，就一定要去这个地方。那真的要来看看，到底今天康康跟谁靠在一起呢？一起来看我们，当我们靠在一起。规则说明：两个人必须用手铐铐在一起48小时，在这之间，两人无论是吃饭、洗澡，甚至上厕所，都严禁将手铐打开，否则将以弃权论。凡是通过48小时考验者，可以获得奖金20000元呢。那个位置这么好，哎，看到这张充满幸运的椅子，此时康康再度使出他卑劣的手法，抢到了这张椅子。现在康康就等着艳遇上门喽。亲爱的，你往哪里跑？亲爱的，你是谁啊？好像很面熟。玉芳啊。玉芳，你认识我了吗？你没化妆，差这么多啊！等一下，我认一下。玉芳，干嘛？果然是玉芳。哎呀，左等右等，左盼右盼，此时康康居然遇到他最不想遇到的人，那个人就是靠得住小天使玉芳。这是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啊！遇到玉芳之后的唯一结果，那就是马上接受靠在一起48小时的严酷考验。哒啦，今仔日风尽头，王军的面臭臭，王大哥。不要再鸣翘翘啊，我们的节目收视率都比人家高了，对不对？所以要重唱一遍。今仔日风尽头，左红高为鸣翘翘，哈哈。这里呢，就是我们忠孝东路，大家一看就知道哈。忠孝东路，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刚刚呢，玉芳呢，这个靠得住小天使给我一份资料，是要来加州健身房找一个运动的教练 ，Elio， 你看。加州就是这里哈，大家知道的这个地方不是美国加州。上次这个蓝洋我跑到宜兰去就错了嘛。这个地方我很熟啊，请看，意难忘8楼。耶，康康，现在是录影哎，你居然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指着酒店的招牌，不知情的观众朋友还以为我们今天要和酒店小姐靠在一起呢。现在时间不多了，康康，赶紧去找人呗。有没有一位 ，Elio？过了一条马路，此时康康终于来到了这家健身中心的门口。由于这家健身中心实在太大喽，康康打算先在门口询问服务人员。耶，康康这时好像有什么新发现呢？天哪，康康，你居然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位辣妹的身上！此时的康康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在一旁的服务人员。看来刚才服务人员对康康费尽唇舌的解说，只能用冷笑话来形容喽。小姐，不好意思，我是康康哦，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位教练叫做 Ariel？ 他就是啊。我是啊。不是，你的胸部虽然很大，但你是男的啊，我长得是女的。Ariel 呢 ？Ariel。Ariel。哎，你是康康，我就是 Ariel。你是谁？我要找教练啊。我就是小朋友，你来这边运动的，来装，要签名是不是？他只是
Aria， 你是？那他呢 ？Aria，Aria，Aria。所以我应该去学英文啊。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同音异字，那你要跟我靠在一起啊？对，真的吗？对，我有这个荣幸吗？可以，只要你不怕怀孕。一个叫 Ariel， 一个叫 Ariel， 这可把英文程度本来就不太好的康康给弄昏头了。不过现在总算找到了这位健身房的女教练 Ariel， 只是这位看起来这么甜美的女孩，有可能是一位专业的健身教练吗？看到你的肚子很大，然后一身赘肉，我觉得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我应该要帮你雕塑一下你的身材。所以这两天要辛苦一点了，对，我尽我所能，好雕塑你的身材哦。啊，你要全力配合哦，不可以喊苦，也不可以喊累。没有，笑我一下。原来这位女主角和康康靠在一起的目的是要将日渐发福的康康在两天内瘦下5公斤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瘦下5公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女主角决定要用魔鬼的方法来训练康康。此时康康还不知道一场浩劫即将降临在他的身上。天哪，康康即将要接受什么样的魔鬼健身特训呢？广告之后咱们马上揭晓。